If you need me, I'll be there. If you need me, yeah. 就算一切重来又怎样？让你的心在我心上跳动，每个逐渐暗下来的夜，一起走过。你们是我裂缝中的阳光。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从第一张专辑就开始跟着林俊杰的朋友，有没有？当时的整个工作的环境还没有微博，网络还没有很发达，我呢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跑跟大家见面。其实我感到我跟我的歌迷是连结在一起的。现在所有东西都网络化了，但是我依然希望连结我们的还是可以很实质，透过最真实的音乐呈现最真实的我。我的微博关注最近破5000万了，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开始迈向下一个1000万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破5000万的过程中，想了不少。与其用露身材来表达感谢啊，其实我觉得我在音乐当中，每当我在舞台上唱我自己的一些歌曲，唱出我的心声的时候，其实那种感觉是比一件一件脱下来的感觉更加的赤裸的。如果我敬佩我自己一样东西，其实更是我的勇气。我有勇气站上来，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音乐，我的真实情感，我的真实心情，我可以让你们更认识我，也希望可以透过音乐让你们更认识自己，然后给你们更大的动力跟推动力来面对每一天。我想这就是林俊杰存在的一个很大意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酝酿准备更有意义的一场，我们破6000万的时候，我们来做一场公益演唱会，好不好？正在破灭了，再别无所求，于是自由。你这份孤独的英雄，你渴望停泊，可说不出口。隐隐约约的沉默，透露一丝丝苦涩。愿你不再被伤痛。如水，继续
绝对，伤口因为爱转裂，伤我们痛。